里面我有两首歌我最喜欢的，一首呢是叫 Colorful 色彩无限，那这首歌呢是大概去年的时候我听到，在一个聚会的里面我听到这首歌，它是剪在一个福音队的一个 MV 的MV 的里面，而当我看到这个 MV 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觉得这首歌非常非常的特别，跟我以往所听到的赞美的歌曲不太一样，这个曲风很特别，然后呢里面中间那段的节奏也非常非常的特别，所以呢我就很喜欢这首歌，然后呢我们就开始来练这首歌，而这首歌有收录在我们的专辑的里面，我相信呢会给你的教会不一样的敬拜体验。另外呢我记得在3年前的时候，我第一次听到在 Gateway 的特会的里面，第一次听到听 Shepherd 牧师就是写我听见主走过来的这位作者他写的这首歌叫做我屈膝，当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看到全场的来自于世界各地的牧者领袖全部都屈膝跪下在神的面前一起来敬拜的时候，当天那样子的恩膏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我带了敬拜这么多年，可是在现场那个恩膏非常非常的感动，所有人都俯伏屈膝在神的面前，在神的同在的里面，大家都在哭泣。那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写得很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一直想要希望能够唱这样的歌，然后在华人的教会跟世界里面，然后我觉得今年非常非常特别的是，神真的是那位成就我梦想的神，他让我跟 Tim Shepherd 牧师来到台湾，跟我们一起在天国文化的当中一起，我跟他用中文跟英文呢一起带这首诗歌，带这首诗歌的敬拜，我们也看见神在整个会场的里面聚会的当中，神也成就非常非常荣耀的工作。我要跟你推荐我屈膝这首歌，我相信呢不管是 studio 版的这个版本，还有现场的这个版本，都能够帮助你可以进入到一个更深的敬拜的真谛的里面。